萧敬腾抢金像奖超淡定，没看铁达尼号必哭哭。妈，我赢了。呵呵，萧敬腾好有趣哦，都25岁了还保有童心。他今天到 Ferragamo 挑战鞋，准备踏上15号举行的香港金像奖星光大道。他以电影处女作《杀手欧阳盆栽》入围最佳新演员奖，但老萧淡定到不行啊！今天怎么感觉要去香港比赛没有很开心的样子啊？就是怎么会呢？我连金像奖都不熟啊！对啊，我不是很了解。其实不是只有金像奖，是连包括音乐的奖项，我其实都不是很了解，因为我认为这些奖项不会直接影响到我工作的态度，就是我现在根本一点也不 care。 他不 care 金像奖，那改聊他最 care 的铁达尼号，据说他每看必哭。哎 Rose 本来上已经跳上船了嘛，他又跳回去，跳到下一层，然后跟 Jack会面那个啊！我从小学看到现在，我现在有我的那个，我都有影带嘛。有一次在电视上转到，他就在播嘛，然后一直广告，我受不了，我直接放广告什么啊！天哪，我还要等他，我就放我的光碟，气到。苹果娱乐新闻，阿西要看几遍才够啊？报道。